事的主角是杰洛德，附近最了不起的男孩。当其他小孩说话时，他却发出这种声音。快来看看杰洛德，听听他超厉害的魔法秀，一起进入好玩的声音世界。淘气帮帮全新系列1月7日早上10点首播，就在 Playhouse Disney。